如果说白雪是不甘国家管饭，花市出门的逃跑新娘，高高就是一只凭实力死里逃生混上事业编的苦命熊猫。高高的一辈子有多传奇，这是高高，一只大小耳的熊猫。1993年4月16日被人发现的时候，身上伤痕累累，左边的耳朵不知道是被什么动物还是打架的时候被伤的，只剩1/3大小。经过检查发现高高只有2岁，但却只有半岁熊猫的大小，推测是被妈妈遗弃了，长期营养不良导致。众所周知，野生大熊猫有20%左右的概率生一对双胞胎，但他们大概率只会挑一个照顾，另一个放养或者直接抛弃。高高很可能就是被亲妈养到一半之后嫌麻烦直接被抛弃的那个。高高这个名字也是救助站的工作人员给起，希望这个小不点能健健康康的长高高，但这个名字放到现在来看着实有点毒奶的意思。因为现在的高高不但没有长高高，30多岁的年龄还顶着一张娃娃脸，有点鹤发童颜的感觉，所以也有个小名叫奶高。住进四川宝兴风筒寨自然保护区的高高可以说暂时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他毕竟是个野生大熊猫，根据保护区的规定，高高是要重返野外继续野生大熊猫生活，所以羊奶爸时不时的会带高高出门野营，有时甚至会在外面过夜。高高倒是挺兴奋，觉得换了新环境就有了新玩具，但奶爸却不是那么开心，因为在野外的大熊猫也是有天敌的，所以正常来说都会在树上过夜。由于高高从小就被抛弃，所以没有妈妈教他晚上应该在哪里睡，就一直睡在地上，这无疑给了其他动物偷袭的机会。所以羊奶爸一直在跟高高说要上树上去睡，但高高似懂非懂的眼神也是让羊奶爸很是无奈。最后到了放归的日子，由于不知道高高的生日，于是在放归之前，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们给高高庆祝了一下生日，在第二天就决定放归高高。这火锅咋这么巧？听到你听懂了，我可能有点尴尬。凭一己之力混上编制，于每15年迎娶白富美，高高的运气有多好，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幸而被救助站救下来的高高，到了放归的日子，给高高带了好几个窝窝头，还有一袋子苹果的羊奶爸，显然有些不舍得。毕竟照顾了高高3年，很显然有些舍不得。在路上羊奶爸还立了个 flag， 说不定再过个10年20年又在山上把他找回来了。本来只是安慰自己的话，没想到一语成谶，只不过没过10年20年，第二年高高就自己杀回救助站。本来在放走高高之后，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也放心不下，一直在附近走访居民，了解最近熊猫的动向。总是听居民说老是有几只熊猫下山拦路抢劫，把居民的锅盖都啃坏了，还把笤帚都吃了。考虑到是国宝又没有伤人，附近的居民也没跟他们计较。但走着走着回到救助站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个小惊喜，也许在当时是惊吓，一只大熊猫在救助站门口待着，可以说是面黄肌瘦，全身伤痕。仔细一看，高高竟然自己杀回来。要知道当时给高高放生的地方离救助站还是有些距离，羊奶爸和站长精挑细选才选定了这么一块地方，要吃的有吃的，要水还有一条小溪，高高在那里可以说是衣食无忧。没想到今天他竟然杀回来了，检查之后发现并无大碍，就是饿瘦了。但很显然高高很生气，他觉得羊奶爸把他忘在山上，救助站才是他家，于是没有办法，高高成功混上编制，成为一只圈养大熊猫。但救助站庙小，当时正在救助几只大熊猫，不能总是养着高高，于是就把高高送到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去。当时的时间是2001年12月25日，紧接着2003年1月15日，高高就去了圣地亚哥动物园，和白云结了婚，娶了白富美的高高，在15年时间里面一共育有3子2女，可以说是硕果累累。直到2018年出差结束，高高回到了四川开始养老，在研究中心的都江堰基地等待众臣觐见，直到现在还偶尔直播。险些被饿死的大熊猫，在下山觅食时差点淹死。大熊猫巴斯的一生有多坎坷？1984年的一天，大熊猫们赖以为生的箭竹大面积开花，这导致大量熊猫食物短缺，面临饿死的境地。而当时只有4岁的巴斯就是其中之一，在下山觅食的时候不慎落入河道被冲走，险些淹死在河里，幸好后来卡在一个地方，被路过的鲤鱼星发现并送到附近的救助点。由于发现的地方被称为巴斯沟，再加上巴斯圆滚滚的看起来非常巴适，所以起名叫巴斯。在四川住了一年多之后，来到了福建福州动物园。在福州动物园里面，巴斯学会了不少杂技，一度成为动物园里的头牌。后来在87年7月，巴斯出差到圣地亚哥动物园，在出差的半年时间里面，巴斯吸引来的游客差点挤爆了圣地亚哥动物园。回国后的巴斯在90年的时候应组委会邀请成为亚运会盼盼的原型，91年登上春晚。看似一帆风顺的巴斯，在接下来的2年时间里面没少受苦头。2年时间里面，巴斯先后患上高血压和白内障以及内出血，差点就交代，所性命不该绝，巴斯都顺利度过了难关。当时已经20多岁的巴斯也步入了老年期，一般来说
雄性大熊猫很少有活过25岁，但巴斯不一样，巴斯活了足足37岁，这是目前已知的大熊猫寿命上限。从过往经历里面可以看出，巴斯的经历和高高差不多，都是山上过不下去，下山的时候被两脚兽所救，并且都曾在圣地亚哥动物园里面待过，而且也都比较长寿。也希望高高在堰塞湖能过得开心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各位观众老爷们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我们下期再见。